台湾网红网腰上周六晚同老公去到当地一间火锅店打边炉，期间叫咗大批食物，包括多款和牛、蔬菜，而最养眼嘅就系相当于成年人半身大细嘅皇帝蟹。结果佢两个食饱之后，收到账单都吓亲，原来埋单要成港币约5100元，单单皇帝蟹已经占咗港币约2900元。网腰直言：我只系食过火锅，点解好似去咗酒店咁，直接惊恐一次？不过他补充说，今次火锅食物真是好好吃，账单引来网民惊讶，感叹贫穷限制了想象，是贵到吓死我的费用。